88，128。哪个嘞？啊，这个贵，500多。啊，128的吧。这是你俩一年攒下的并不多的积蓄，但却依然决定用它给父亲买两瓶好酒。刘娃，哎，王叔，这个钥匙我给你挂住了。这是离家时母亲给你塞满的包裹，如今你再次背上它踏上归乡的路。这是你第一次独自来省城过年，你说你没老不让女婿接。不回去过年了，没事。这是你没有出门的第三天，放心吧，哈，挂了。也是漂泊在外的又一年。我们俩，哎，我都归你了啊！今天看啊，哎，你算你命厚啊！中国人总是很在意年，却又很难定论年。他可能是父亲办的猪肉大葱饺子馅。蒸的那碗八宝饭，从大西都没吃过。这个红包是太太早就预备好的了啊。这样子啊，这第一杯酒嘞，我们还是献给老人家，是寄托对逝去故人的思念。妈，奶奶，哎呀，唱的真喜欢人家，也是迎接新成员的到来。是刚过门的嫂子给的红包，是难以喝酒高的二表舅。今年还考不上，好，是对来年的期许。来，来，自在自在，孩子好。也是一句。大吉大利，万事如意。他所包裹的情绪很复杂。有一点从未改变。快乐，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。那请勿来给我。谢谢。想当中了啊。并深深刻入所有中国人的骨髓。我过两天能回去。只因为。你在身边才是你。